谁见过水晶般的冰山，野马似的雪水河，冰山埋藏着珍宝，雪水灌溉着天河，一马平川的戈壁滩哟，翻开火我是解放军前来接收塔哈尔的先遣排排长杨光海。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单独的好好聊聊。你前边一拨人被我消灭了，你不怕我杀了你吗？我知道是你杀害了我最亲密的战友。那你不怕死吗？都是军人，成天在枪林弹雨里穿梭着，我想你也是一样，马营长，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吧？你来干什么？请你先给我松绑。松绑。杨排长，有话就说吧。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是想跟你好好的谈谈形势。讲。从今年开始，一月淮海战役结束，我们活捉了你们的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二月，平津战役结束，北平和平解放，我能做吗？嗯。请。谢谢。四月，我们解放军分三路，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政府土崩瓦解。五月三号，解放了杭州；五月底，上海解放了，京沪杭战役结束。之后，我们解放军又一路挺进大西南，一路横扫大西北，另一路直奔两湖两广。九月初，在西北战场上，陕甘宁青四省全境解放。九月二十五日，你们的陶峙岳将军率新疆部队通电起义，新疆全境解放。十月一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都北京。够了，你想跟我说什么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把五星红旗插遍了全中国，在中国的大地上，只剩下了几股零星的国民党残余，也包括你马营长的部队。当然，我知道你是领兵打将的能手，
你应该看得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你所做的一切是毫无战略意义的。所以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够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放下武器，接受改变。接受改变，对。只要你能够让黎民百姓不再受刀兵之苦，你就是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的国家功臣。杨排长说了半天，都是些名垂青史的话。说到头，无非一个字：降。我戎马半生，在枪林弹雨中钻了几个来回，现在还活着，就是名军人。在我的字典里，早就没了这个字儿。降，绝不可能。马营长，你还真以为你是固若金汤吗？你好好的看看你的四周，我们的人已经紧紧的把你给包围住了。我们就是守而不攻，你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所以，我希望你好好的想想，看看你现在所守的城，将会是一座死城。死城，有意思。那你有没有想过，我是坚持不了多久，你能过了今天吗？马营长，枪在你手上，怎么处置我，全在你一念之间。三班的，集合。是，站住！你站住！你给我闪开！冷静点！我没法冷静，都什么时候还冷静啊？再冷静，杨排长让给杀了，你知道吗？也许排长还没有死，可你带人这么一闹，枪声一响，就等于亲手害死杨排长，你知道吗？哼，任洪亮，你知道什么狗屁理论啊？你像个木头似的杵在那儿啊！我要带人去救杨排长，你说我要害他，你给我说出个道道来。高顺，我来问你。假如你是马占江，杨排长要是在劝你投降，外边枪声一响，你会怎么办？啊，你就会立刻怀疑杨排长劝降是假，带领大部队进攻是真。杨光海。你不是一个一般的排长，马占江，你也不是一个一般的营长。看起来，你是把生死置之度外来见我马占江。按你的立场，也算给我指了一条光明大道，可我不走，愿意黑灯瞎火的往前趟，那是我的事儿。我佩服你单刀赴会的勇气。杨排长，谁胜谁负，鹿死谁手，走着瞧。请吧。
杨排长，过了这个山口，就没我的岗哨了，再往前就是你的地盘了。谢谢马营长一路相送啊。枪杆子举起来，并非一边起。我不打黑枪，不代表我的部下不打黑枪。如果一个黑枪把你打死了，传出去，是我马占江的耻辱。承蒙马营长手下留情啊。不送了。马营长，这一别，我不希望我们就此成为战场上的敌人，非要血流成河，才能见胜负的分晓。咱们军人打仗，应该是为了天下的太平。不论是多长的仗，多大的仗，总有鸣金收兵的那一天。马营长，我请求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咱们为了塔哈尔的一片和平，携手共事吧。叫你的哨兵站好岗，胜负输赢，战场上见。劝降未果，平安就好。等待时机，为保护塔哈尔城、保护塔吉克百姓的人身安全、保护塔哈尔城古老的清真寺，最好争取马占江和平接受改变，暂时围而不打。银座，有个女人想见你。不知道马营长是不是听信那个解放军代表的话，相信我们败局已定呢？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你是什么人？我叫顾利巴尔，代号地下明珠，是真神的助手。真神派了一个女助手来帮他收复新疆。哼，塔哈尔还在我马占江手里，谈什么收复？我就是来向你传达真神的指令，撤出塔哈尔。撤？撤。让出塔哈尔，让解放军进来。岂有此理！塔哈尔和外面只有米尔扎山口一个通道。解放军要是一围，饿也会把你的军队饿死的。马营长带兵多年，应该知道什么叫以退为进吧？在新疆的守军中，有许多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他们不会真心归降，他们洒落在新疆的各处。这样一盘棋局，就是真神反败为胜的希望。就连共产党毛泽东也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疆的冬天能把人活活的冻死，解放军这个时候入疆，立足不稳，想站也站不住，又怎么可能往地上扎根呢？那真神的意思，我们的动作要快，两个月之内必须重新夺回新疆。当然了，
固守的城池要交出去，做这个决定比割肉还疼。可是马营长，您要是不交出去，解放军就进不来塔哈尔，您就成了他们眼中的钉、肉中的刺。他们先拔了你，吃了你，会把你消灭得一干二净。而且，他们的动作一定会很快。没有了你，就等于没有了塔哈尔。 南北不同，真神精心布置的一盘棋，就成了死棋。马营长火，棋活；马营长死，棋就死。到了那时候，我们才叫败局已定。马营长真正成为不折不扣的败军之将。 马营长，从现在起，你不再是营长了。真神提升你为团长，他不能亲自来为你授衔，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团长，哼，不多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哪怕是一块大洋的军饷，只是多了这个破牌子，管什么用啊？说吧，怎么撤？老爷，开了！老爷，开了！ 我们的歌手怎么好几年都不见了？这几年我踩着父亲的脚印，击杀了不少的民歌，恐怕这一辈子都唱不完呐。卡拉，我非常想念你父亲呐，可是他走得太早了。是呀，老爷。今天来拜见老爷，一是来看望，二是来上完成我父亲的遗愿。我父亲在世时，他常常讲到我们塔吉克人的弹唱诗师王叔。 那是我们塔吉克人生生世世传下来的，我想把它整理出来。卡拉，解放军兵临城下，我名都保不住，我哪有心思探望叔啊？老爷对解放军那么害怕吗？他们抢了我的驼队，杀了我的卫兵，打了好多牧民，他们手上全是我们的血呀！卡拉，老爷没亲眼见过他们，怎么认定是他们做的呢？ 奴日他们亲眼看见的，全说中带红五星的，除了他们，还谁呀？老爷，马营长来了。马营长，莫尼老爷，我送你的维族美女名不虚传吧？希望马营长别再送了，再有你自己留着吧。 那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马营长，这位是卡拉，他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是天山南北有名的歌手，卡拉踏着父亲的脚印走过来的。哦，好几年没看见老爷了，就是因为事捣乱，怕再见不着。老爷，你跟马营长说说话，我去看看太太。马营长，告辞了。 喂，老爷，收拾收拾东西，我们一起走吧。走哪儿？离开塔哈尔啊！你拦不住解放军吗？你不是说凭着冰山天险跟解放军对抗到底吗？走了，不等于不回来。再回来的时候，不仅是塔哈尔，整个新疆都是我们的。马营长。 摩尼生在塔尔，长在塔尔，祖宗的坟墓、神灵都在塔尔，我的房屋、草场，大大小小都在塔尔，我走不了。长了腿的，自然能走；没长腿的，自然长在地下。解放军也搬不走。可是他们能回来他？如果毁了。
我会赔你十倍。你走吧，马营长，我留在塔哈尔等你回来。莫尼老爷，这事儿没得商量，你必须走。我得带着你，告诉你的家人，我会让士兵护送你们的，想收拾什么就收拾什么。你只有两天的时间。马营长，我一直把你当朋友。我也一直拿你当朋友，如果不是的话，就不是我来通知你了。大文子爵，有时候我还真忘了您是个绅士。难道你们绅士买东西不给钱吗？哎，子爵，这钱……吴丽子，你倒是天天在提醒我，你只不过是个倒霉贼，你给我买的都是假古董。哎，子爵，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羊皮金卷的下落了？羊皮卷？吴丽子，这么说，你知道羊皮金卷的事了？子爵，这么贵重的东西，他起码也得啊。子爵，这么贵重的东西，就值这么钱？你想想，子爵，在塔哈尔谁最有钱？这么贵重的东西会在谁的手里？乌林子，乌林子，阿米尔，我以为大白天撞鬼了呢。哎呀，阿米尔，咱们俩可真是冤家路窄啊！你也来塔哈尔了，吴丽子，你说，你把古兰丹卖到哪儿去了？古兰丹姆，你去问真主吧。吴丽子，吴丽子，吴丽子，我们这一走啊，就剩你一个人了。马营长，我不是孤身一人，在这儿，有我们很多的斗士。到了那天。我们大家一起会迎接你打回塔哈尔的。将军，哎，谁下的命令要撤啊？马营长，这时候你可别怪我蒋哈德翻脸不认兄弟。你们想撤，人可以走，武器留下。这塔哈尔和周围连绵的大山是我的地盘，谁也别想跨进半步。解放军要来硬的，我蒋哈丹跟他们拼了！你就是闻名天山南北的大英雄江汉大儿吧？撤退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下的？怎么，我不像下命令的人吗？江汉大儿，我这次来还有一个任务，是代表党国受你迎府军衔。卡拉情报，马占江已准备撤往边境，突然撤退
必有阴谋，三思。我要是马占江啊，这塔哈尔啊，我就不撤。只要粮食够，武器够，这塔哈尔啊，就是铜墙铁壁。哼，就算是被包围了，那我也不怕呀。他马占江是什么人啊？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他不守了。排长，这肯定是计。说的对。而且我想，这一计，不是出自于马占江的，他一定在执行他上司的命令。他上司？他上司的口味还不小呢。塔哈尔从战略意义上讲，不论对我们对他们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给我们争夺的不仅是塔哈尔，而是整个新疆。我想，他们一定会趁我们立足未稳，利用天时地利等各种条件置我们于死地。那咱们怎么办呢？放他走。放他走？那不是放虎归山吗？你放心，他马占江走不远。你们看，他面前只有萨利尔这个山口，从这儿直接通到一个方圆几百里的无人区。嗯，你说他在那儿能干什么？所以，他回来的时间会很快。那塔哈尔我们是进还是不进？当然要进。他马占江拱手让城，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大一件厚礼，我们不收下，不是对他的好意不领情了吗？对。但是关键是我们进城之后，我们要提高警惕，因为马占江随时可能杀回马江。既然这样的话，他在城内一定有联系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沉住气，把他们一网打尽。快点！什么事情？怎么回事？有人在解放军故事的快走啊！快点！排长！解散，排长，解散，继续开会。哎，为什么呀？走，二部长啊，怎么回事啊？这是马占江在开枪，给自己送行，走吧。哎，愣着干什么？走吧。解散，坚守位置。哪里开枪？莫尼老爷，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解放军大军压境，准备灭掉小城，你不走可来不及了。你是一方首富，共产党进城首先要镇压你，我是出于对你的考虑才带你一起撤退。如果你不愿意，我也不勉强。你有权决定自己的去留、生和死。马营长，我想一想。趁你的脑袋还在脖子上，好好想想吧。我不会再来请你了。阿蒙拜，只有你见过解放军，解放军到底多可怕？我从解放军的枪口下死里逃生啊，连睡觉都做噩梦，那情景真是太可怕了。Do you really think we can take this stuff and run? You know how hard it was for us to collect it? Well, there's still stuff buried in the mountain. Can you fit it in one box and take it?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get it now. But later, maybe situation getting better.
and we can see how it goes. Stephen, I don't want to go with Ma Janjiang. I want to go home. We aren't going with Ma Janjiang. We are going with Moni. Darling, be patient. I want to go home too, but now is not right time for us. When is the right time? We will wait until we get our ships Kankora. This is too dangerous. You are right. Coming here was a risk. Maybe we shouldn't come, but we did. 我想请教一下阿红，我该不该给马营长一块走？要是走了，再回来就难了。可是解放军实在可怕。哎，你问我投靠谁，我觉得这不像是解放军的工程的畅想了。要是解放军真想进来，就不会是这只是畅想。哎，小罗啊，你好，你怎么来了？啊，来给阿红送砖茶，早该来了，可路上乱，过不来呀。 那我进去了。好，你请进吧。那阿红，你怎么办？你跟马营长走，还留在塔尔城？哎，我跟你不一样，我身外没有财帛，心里只有珍重，所以哪儿也不去，就留在清真寺。那我该怎么办？ 那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在塔哈尔还有一个重要的清真寺，有300多年的历史了。300多年的历史？嗯。哎呦，那可是老房子了。你们这不都是废话吗？这跟打仗有什么关系啊？这本来这进城啊，就跟锯木头一样，得找顺茬。这思量着先从哪儿锯进去才最合适。 排长，我觉得我们要是找到了清真寺里的阿訇，就对了。非常正确。在穆斯林的心目当中，阿訇是德高望重的，所以我们这次进城首先要争取到的是阿訇的信任。有了他的信任，我们就等于是争取到了所有教徒的信任。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诚在民心在，民众在，缺一不可。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莫尼。莫尼家族是城里世袭的贵族，他们保留了丝绸之路的古老传统，自己拥有一个商队，来回于内地和境外的几个国家做着边境贸易。这一代的莫尼，乐善好施，为人宽厚，深得民心。在塔哈尔，除了拿着枪杆子的马占江，若论民心民意，精神上拥护的是阿訇。 可是，在凡俗生活中拥戴的，就是莫尼了。这一点一定要注意。马占江绝不会给我们留下一个风平浪静的塔哈尔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牢记，在进城之后，不论发生什么样的意外，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首先保护好阿訇和莫尼家族的人。 哎呀，老爷，这怎么带呀？你看这怎么可能带走啊？全是钱，全是宝贝，要是留给共产党，这可太冤枉了。哎呀，你看，还有这房子、这家具，还有绫罗绸缎、四季衣裳，这怎么能带走啊？老爷，还有我的阿依呢，她去了这么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老爷，你们走吧，我不走了。 我要等着我的阿姨娜回来，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能把我一个女人怎么样。共产党，共产共妻，如果我们不走，这可怎么办呢，老爷？这，老爷，你够了，愿意走的就走，不愿意走的留在家里等着死。莫尼老爷。 哪儿开的枪？刚打死一个解放军特务，他们想对你下手，被我发现了，一个死了，还有一个跑了。家里这么多东西，还不赶紧收拾？
时间不多了，再不走，恐怕来不及了。还待在这儿干什么？赶快收拾东西！阿满巴依大叔，咱们走了以后还能回来吗？别害怕，姑娘。珍珠会赐给我们希望的。让老爷太太们走吧，我不想走。孩子，你不要害怕，只要老爷没事，我们也不会有事的。孩子，我怕这一走就回不来了，我不走。买屋的，买屋的，带走！是。走，放开我！走。这些在阳北乡的共产军，几代相传的全家宝，祖祖辈辈把它看得比生命还重。我们塔吉克人刚刚行教的时候，有一位高贵的阿訇，请了一个手艺高巧的匠人，用金箔写在一江阳北上。这是完整的。金光闪闪的一部《古兰经》啊，阿訇，我一走，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这是金光闪闪的《古兰经》，不管是摩尼家的全家宝，这是塔吉克人民，是祖国人民的宝贝，这不能离开塔尔城，更不能丢失。所以，我今天特意来交给你。也算交给了清真寺，也算交给了金主啊。摩尼，你放心，我在，清真寺在，这阳北古兰经就一定在。等你回来来找我，我还给你。如果那时候你我都活着的话。尊敬的阿訇，我要走了。珍珠会保佑你，摩尼。谢谢。求求你副营长。古丽巴尔小姐，你怎么在这里？我没看错吧？大兵压境，大英雄江汉蛋，这个时候怎么还有心思抢夺这种野丫头呢？小姐，求求你了，救救我！没事的，他听我的。你慢慢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买日乌里。你不叫买日乌里，你真名叫古兰丹姆。你老家在邺城。10岁的时候，
父母都死了，后来被转卖了好几回。半年前卖到摩尼老爷家做女仆，老爷给你改的名字叫买日乌里。我说的对吗？小姐，你怎么知道？以前我没见过你啊。古兰丹姆，古兰丹姆，你是谁？我是谁？咱俩的缘分可真是不浅呀。小姐，求求你了，放我走吧。放了你？哎呀，不让进！看在珍珠的份上，能不能放了这可怜的姑娘啊？哎呀，这位小姐，可怜可怜这姑娘吧，饶了她吧。你认识这个老头吗？阿芒巴伊大叔。啊。古兰丹姆，你跟着他走吧。我今天放了你，算我对得起你。可是以后，是死，是活，就看你的命了。